我的帅可以过去吗？没有这样子玩的，我应该是乱来说，可以吗？是啦，真是的。哎，有镜头，对对对，镜头来。哎，我们今天是要做什么？我们今天来是为了拍摄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的改版的宣传片。那你来做，我们都不懂。对对，我来下象棋的。我跟他一定是棋逢敌手，因为我们两个都不会。我觉得对方的眼神很犀利啊，所以呢，他尝试用他的眼神呢来降服我，但是我不容易中招。我可能眼睛这么小没看到，对，而且还蛮红的。我眼红你。华语新闻还增加了最新时段八度早新闻。这次里面有什么感想啊？哎，过了新的那个时段，然后就可能就是多点机会把那个资讯带给大家，然后有一些新的节目，然后可以比较深度的报道。而且八度早新闻和其他两个时段比较不一样，因为它有比较多，就是比较灵活的一些的说新闻的感觉，所以就跟你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新闻比较不同一点。我可以说，其实我们在每一次制作新闻的时候，我们都是用心用力的去做，我们都希望可以做到最好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做到最准确的新闻报道可以呈现给观众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鞭策，因为这是给我们一种鼓励，可以鼓励我们去做得更好。我是 Lisa 杨丽莎。很多人说可能电视新闻会是一个夕阳行业，但是对我来说，可能真的我们不会停在那边，因为一直以来是全国的那个收视冠军的话，那我相信接下来我们还是可以推出很多新的节目，包括旅游也好，美食也好，当然从不同的角度去展望，我相信大家能够越做越好。啊，除了平时呢在台前播报新闻呢，其实我们有时也是必须兼制作制作人的，就是播报，除了播报新闻之后呢，我们也必须在幕后工作。如果当天是做producer 制作人的话呢，就必须来到这个 control room 啊，然后看一下那个SD 啦，还有我们公司的那 PA 他们怎样操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新闻主播王金毅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呢，主要是拍摄华语新闻的宣传片。从4月8号开始呢，我们华语新闻团队呢是以全新的面貌跟观众见面的。除了增设新闻时段之外呢，我们也以新闻的内容呢，以崭新的一个面貌，还有详实的报道，深度广度的为大家报道国内外的大小事。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八度空间华语新闻。再次感谢大家收看全国收视率最高的八度空间华语新闻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。